老师请会场颁发毕业证书。这是我们荣耀的一刻，孩子们即将在这个舞台上拿到人生的第一张毕业证书，请毕业生请坐下。孩子们真的长大了，懂事了，在这个时刻，孩子们将在这边完成了学龄前的教育。现在我们即将颁发他们第一张的毕业证书，每个孩子的脸上充满了快乐无比的模样，迫不及待地想要领取这一张意义非凡的证书。听到班级的姓名的毕业生起立走向台前。毕业生乖乖班林永义、李明阳、许佑伟、张子薇、谢庆宁、简欣平，请给我们掌声鼓励，恭喜他们。颁发毕业证书。这张意义非凡的证书，由乖乖班老师们轮流颁发，双手递出的是一个证明，证明他们长大了。恭喜你们，在未来的路上，更努力，更加油哦！老师跟我们乖乖毕业生合照，也再一次掌声恭喜他们。好，谢谢我们乖乖老师，也谢谢乖乖的毕业生，恭喜你们。青青班毕业生李品义、周定杰、李正怡、赖怡颖、张琪恩、吴静、林杰瑜、王玉璇、陈一梅，恭喜他们！我们请金金芳老师为我们颁发证书。哇，我们还有在校生献花。
谢乐乐班的老师与毕业生。我们再次给我们今年全体的毕业生热情的掌声，恭喜他们毕业了。